这就有点奇怪了。你看啊，这江小鱼既然不把这事告诉佐佐，可他又租你房子，他是为什么呀？他是为了佐佐，还是为了乔乔啊？怎么说了，我倒觉得江小鱼这个人还是挺重情义的。说实话，我都想到老房子去看看。王佩霞刚刚也是这个意思，她说叫我们带着娃娃住过去。哦。 我倒是有一点点想考虑他的这个提议。秦老师，你该不会是觉得那个江小鱼看着顺眼了吧？江小鱼就算了，我还是选小戴。哎，那我怎么觉得你这些天对人家江小鱼和颜悦色的呀？那是因为他对乔乔好，他对乔乔好，我就要对他好噻。那江小鱼对乔乔好，那是应该的，因为他是乔乔的亲爹，全世界最应该对乔乔好，那就应该是他。 还是等佐佐回来吧，先商量商量小戴的这个事情。行，反正你是一家之主，我听你的。啊，对了，房间里有我的好酒。哎，阿姨，我去开一瓶，咱俩喝一杯，边喝边等吧。啊，不用，我不喝酒。 阿姨，您这么一直低着头玩手机，伤眼睛也伤颈椎，我给您按按。啊，不用，我挺好，挺好的。哎，阿姨，您是在用微信是吗？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吧？<笑>这样我也好跟您联系，您扫我。 有点累呀，感觉。那您先吃点吧，吃点东西再上楼。来，啊，我不饿。你吃吧，那个，你吃吧，我上去。这么多东西，开个小卖铺都够了。我们回来啦！哟，哎，快快快，这是。您怎么变棒球少年了？锻炼身体的。大宝宝回来了。 还有个过程，是，悄悄的出去乖吗？告诉姥姥姥爷，我们今天表现的特别好，特别乖，就是我的乖乖。放了几句离，别弄，那就好。他出汗了，我带他去洗个澡。哎，等一下，小戴刚刚来过了，慌慌张张说个事情就跑了。他说什么呀？哦，他给咱们买了个东西。 有跟你妈的，还有跟乔乔。说重点，他给你租了一个4个房间带跃层的房子，后天搬家，不要考虑，不许商量，就是后天。什么叫不要考虑，不许商量？那房子我都没去过，怎么搬啊？我先带他洗澡了啊。
婉晴啊，我到家了，我陪乔乔去了。这样吧，我改天再补请你啊。忙了一天没吃饭呢，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个，苏婉琴带了很多吃的东西过来，要不我给你去热热？哎哎，妈，我不是饿了，我就是馋这个，好吃。不健康，真是。那晚上没睡啊？我睡不着，失眠了？躺在床上，我那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的。啊，就在那儿想，我第一次跟张叔到上海来的时候，啊，是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。结果呢，啊，你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啊，跟左左结婚。后来呢，他爸爸妈妈来了，我记得吵呀争呀，啊，完了又说怀孕了，生了乔乔。哎呀，我这脑子里面呀。什么事儿你说都想起来了，一晃才几年啊，燕儿，跟妈说个实话，你是不是特想娶苏婉晴啊？怎么说着说着突然说这个？告诉妈，妈，你上楼继续过电影，这我自己的事儿，你让我自己想，行不行？我的妈，这一辈子的电影啊，真是愁死我。玩了一天了。咱们睡觉了好不好？不玩了啊！妈妈哄你睡觉。不想睡啊？为什么？原来乔乔是饿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饿了？唉，晚上妈妈可以给你煮个面条，或者煮一个汤圆，或者馄饨。哎，咱们吃馄饨好不好？等着啊，很快。好吃，嗯，好吃吗？要不要再来一口？乔乔自己吃啊，可以吗？大明星，还没睡觉呢。嗯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两天没跟我联系，肯定是有新情况了呗。快点跟我说说。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乔乔已经可以出门了，他不怕人了。真的？嗯。你知道现在我和乔乔在干嘛吗？我们坐在家里的大落地玻璃前面，吃着馄饨，看着夜景。看着乔乔现在一天一天的好起来，我真觉得比什么都满足。小王，不跟你多说了啊，你别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了，回头再聊，拜拜。都吃了，还想再吃吗？还想再吃，对不对？让妈妈去给你盛，好不好？等一会儿啊。
出来。江总好，说人话。两个文件，签个字。啊，放那吧。哎，你倒是看我一眼啊！你又不是大闺女，那么矫情干嘛？你都不知道我这两天承受了多少阿姨对我的攻击和审问，你还对我这样？他为什么审你啊？还不是你和苏婉晴的事情？你认为你和苏婉晴的事情，阿姨就没有什么态度吗？我和婉晴的事儿，我不愿意想。我现在只在乎当下。那你的当下，是赵佐佐和你的亲生儿子，还是苏婉晴和她的闺女丽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怎么那么八卦啊？这个小鱼啊，现在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虽然他和佐佐之间呢是有些问题。打住！这到底有没有正事儿？没正事儿可以走了。这是阿姨给我分配的任务，让我把话背下来，在你耳边背完了，你可以滚了。那你给我个态度，我帮我给阿姨汇报一下。你今天是吃饱了没事干是吧？财务总监没找你开会啊？客服总监没找你事儿？哎，好，工作去了。不过阿姨说的话，你琢磨琢磨啊。明白。哎，这么有心情啊，来监督我工作？赶紧看看这个。这怎么了？这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评估报告，为什么比我们之前竞调得到的市场报价低那么多？谁来了你？孙总那边。这报价跟连成本价都合不上，是在搞笑吗？赶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左左。什么事情啊？非得见面聊？哎，我就半个小时啊，不然一会儿就得赶回去。这么赶啊？什么时候见你这么忙过呀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最近公司吧遇到一些特殊情况。红志源那个项目，之前我告诉过你的，整装完全是由我们来负责的。不知道那个孙总最近听了一些什么谗言，非让我们和另外一个公司一人一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人家拼过项目，所以挺着急的。最近事儿也比较多，哎，就这个孙总，哎，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今天问明白让我把你约出来，就是要问他的事儿。问孙总的什么事儿啊？他是不是投资挺多项目的？他最近好像也要投资一个他们的什么 VR 的一个什么什么项目。哎，我也说不明白，一会儿他来让他问你。他要投资 VR，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。啊，所以你叫我来，是想帮魏明白的忙，啊？你们谈恋爱了？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帮他？他求我呀。求你你就帮啊？我什么时候见过你这样？啊？以前从来都是男生呢围着你转的，什么时候见过你主动的去帮助别的男生？你这个小妞，不要诽谤我，行，我告你。哼，爱情来的时候，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。喂，舍得来啦？我这是公司开会呢，耽误。赶紧去吧，求人还不早点。有什么我能帮到忙的？左左，你和那个孙总是不是挺熟的？最近有一些业务来往。啊，那太好了，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自从这个孙总入股思巧之后，思巧的大事、小事、奇怪的事儿就没消停过。他入股了思巧？对啊，
他秘书最近一直在打听公司的状况什么的，我就寻思着也打听打听这个孙总，看他什么来头。所以你希望我去打听孙总的状况？啊，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吧。嗯，你再想想吧，别这么着急拒绝我。这个事儿吧，还不只是帮魏明白。你想啊，他跟小鱼不是现在一起创业吗？你等于就是帮小鱼。是。你又认识孙子，近水楼台嘛。大家都是老朋友，不存在着帮谁不帮谁的问题。我是觉得呢，第一，我和这个孙总也没有那么熟；第二，如果是商业机密，他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告诉我吧。嗯，这个倒是。那，朵朵，你如果太为难的话，就算了。我主要是担心啊，这个孙总入主思巧之后，未来会出现什么问题。这样吧，你也别着急。我呢，最近确实有一些能够接触到他的机会。如果我发现什么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。这份报告必须打思巧的七寸，听明白了吗？你在这站着吧。啊，那不行，先坐吧。好了，没有加糖了。谢谢。左左啊，你们这个夫妻店现在是生意越来越好，我看你们真的是天生的一对啊。你过奖了，我们这个小店都得仰仗你这位大客户多支持啊。我现在可是不敢得罪左左啊，她是我太太的好闺蜜。我要是欺负他了，我回家可不会留连的。孙总说笑了，不过孙总是好先生的这件事情倒是人尽皆知。嗯，那我要叫你多学了，让左左见笑了。哎，不过左左啊，你可以跟我太太多学两招，将来一定能管得住他。没问题。言归正传吧。啊，孙总，这是我们对您项目的修改意见。好，您再看一下。哎呦，大明的，吓死我了，还是像以前一样一惊一乍的。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，你知道吗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嘿嘿嘿嘿，你看你还和以前一样啊。我就说我回国这么久了，说句不句的，你肯定找我有事儿。说吧。服务员，来一杯冰美式。好的，稍等。是这样。我想找你帮个忙，这个忙呢还非你不可。你是咱们班唯一参加过戏剧社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你的戏也肯定不错，想找你帮我演出戏。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？我现在喜欢上一个女生，使尽了各种套路都不好使，所以我准备反其道而行之，来个反套路她。你啊，就演一个喜欢我的女生向我来表白，她一看你这么优秀的女生，肯定心生醋意，心里一吃醋，我就得手了。原来你找我就是为这事儿啊？嗯。行，我帮你。不过你记住了，你欠我一人情，得还。那当然了，一言为定。谢谢。什么呀？是这样，我待会儿有个会要开，咱们一定保持微信紧密的联络。这儿的老板是我一朋友，想吃什么，签我的单，记我账上。走了。说真的啊，嗯，那我记账了。喂，丽娜，干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气死我了，就是像我跟你说的那个魏明白。他今天约我出来喝咖啡，好什么好啊？他是想利用我，帮他去追另外一个女生，算是答应了吧。至少我有机会接近他了。嗯，至少我有一个优势啊，我比那个女孩更了解他。再说了，喜欢一个人就要勇敢去追嘛，对吧？
我就听见他说有一份报告要针打思巧的七寸。报告？评估报告？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报告。嗯，所以是有这份报告这么一回事儿是吧？行，这事我马上告诉小鱼一下吧。不管孙总是敌是友，我们掌握动向总是好的。谢了，左左。不客气。对了，你别跟小鱼说是我说的，好吧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拜拜。嗯。吓着你了？没有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走，吃饭去。茶餐厅。对啊。走。左左真的帮你了，嗯？天哪！哎，你说在这商战当中，前妻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简直是太刺激了。大姐，你就知道刺激好玩，商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现在敌暗我明，大家都箭在弦上，万一行差踏错一步，是要死人的。这么说有人要害你吧？情况不明，但是不得不防。我觉得思巧也不会任人鱼肉。哟，还挺认真。哼，认真吗？帅。还是这么不要脸。哎，你都箭在弦上了，还赖在我家干嘛呀？哎呦，你就让我再住几天嘛。为什么要让你住几天？摊上大事儿了。啥今天？生死攸关，事关名节的大事儿。你还有明姐？是啊，当然有了。妈。你还没吃呢，嗯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在等你们呢。嗯，等我干嘛呀？你自己吃啊。嗯，小魏呢？哦，他今天不回来吃饭了。你说这孩子啊，跟我说说要吃排骨汤，要吃排骨汤。哎呀，我炖了一下午啊，这孩子。这什么妈？你买的保健品啊？是不是有人给你推销呢？你可注意点，别被人忽悠了。苏婉琴送过来的。你说一下子买那么多，我哪吃得了啊？他挺会买东西的，这东西应该还不错，你慢慢吃呗。是不是你给他出的主意啊？来哄我。妈，你把我想的太有心机了。他就是想孝敬你而已，孝敬我也是为了讨好你啊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苏婉晴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啊。那你跟小魏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让小魏天天在我耳边吹风？你想干嘛？我发现小魏这孩子嘴特不严，特不好。那还不是因为你没起个好带头作用。咱家自己的事儿，咱们自己消化就行，别老跟外人念叨。吃饭。嗯，你说，嗯，嗯。哎，金组长，这话我不爱听。哎，不爱听，不是，你什么叫做啊？乔乔有你们两个人就可以了啊，不需要我照顾。不是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是，啊，是不是看着乔乔现在恢复的挺好的了，想把我扔到一边了？哎，咱们还是不是一个小组啊？是不是啊？哎呦，王佩霞，王组员。不要动气，我作为这个小组的领导高层，
我不是给你安排工作了吗？认真的给乔乔织毛衣噻。啊，我织毛衣，我在乔乔身边我就不会织了，啊，我非得在家里面织啊，这不带你这样的呀，啊，你接近乔乔，对不对？然后乔乔将来选你，啊，把我扔得远远的，不能这样，啊，不是，金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当初是怎么来着？当初是信任你，我才选你当领导的。你真把我惹毛了！我告诉你，我退出这个小组啊，这个组就不成立，就没有领导。哎呦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没有功劳还是有苦劳的吗？行了，我答应你了，明天来喽。明天来看喽。哎，这还差不多，对吧？这才像个领导的样子。啊，行了，领导，那你说，你告诉我，你明天想吃点什么，我带过来。小龙馒头要不要？要豆浆。豆浆，行，豆浆，还有儿童套餐。儿童套餐，对的，儿童套餐必须两份。还有什么？可以了。行。好嘞，好。拜拜，领导。好，那就这样。明天见，我挂喽。哎呦，我明天看去。妈，邱医生又安排了一次治疗，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啊？妈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哦，还有哦，还有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。我知道，我就在这。咦，好啊。悄悄把我生起来，叫奶奶好吗？我是奶奶。哎呦哈，来，悄悄来，起来。哎呦，快点！哎呦，姥姥抱着一个悄悄，悄悄抱着一个小悄悄。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这个是不是个小悄悄？我记得抱着。你说这皮肤多好，这孩子。抱着一个小悄悄，姥姥抱着一个。哎呦，王佩霞，你不要我走到哪你就跟到哪嘛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我全忙完了，你再找点什么事情吗？我厕所我都给你擦得锃亮的。这样啊，来，起来一下，起来一下，来把手术拿出来哈，亲一下。我手干净呢，我都弄特干净，就。哎呦，这个小白手，让我抱抱行吗？我抱啊，抱是不行，你让我抱一下，哎，那个金老师，抱不行，哎，别着急了，不是金老师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不是，昨天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跟你说的好好，你不是答应我的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是，我是答应你喽，但是乔乔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哦，从来都是陌生的，他现在。能这么认我，我是经历了千辛万苦，所以我也希望你经历一下这个千辛万苦，慢慢的不要着急，要有时间让他来认你。你不让我这个接近他，他怎么认我啊？你说我这个千辛万苦，我都没地方用啊，对不对啊？哎呦，昨天我是同意你来，但是你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了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是可以来看他的，但是呢？只可远观，不可近处。不是金老师，咱们当初那个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小组啊？不就想着不吵架了，对吧？我们全心全意的啊，为乔乔治病。不是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觉着你也说了嘛，为乔乔治病就是不希望他有什么反复，你怎么就不清楚嘞？不是，老王，你可能有点误解啊。
你看这乔乔才刚刚认姥姥，她也不认我呀，我也着急呀。咱们是不是得慢慢来，得一个一个，慢慢的。是那个，就是他。怎么看着身材还行啊？跳舞蹈的身材当然可以。那你跟人分手干嘛呀？再说了，跟他分手叫我来干嘛？我什么时候跟他分手了？我压根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吗？叫你来就是做个见证人，万一他要割个腕儿什么的，我也不用负责任。送你副对联：无情无义，狼心狗肺，横批：渣男。对，你说对了，我对他就是无情无义。你说人图你什么呀？长得帅吗？审美观清奇，就这还为你割腕？哟，比这过分的还有呢。他把我锁到他家里面，不让我出门，把钥匙从窗户外边扔出去了。没报警啊？报什么警啊？手机被他拿走了。哦，那是挺可怕。那行吧，你去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不去了。你怎么那么怂啊？走过去跟他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再说了，她一个小姑娘，这光天化日的，还能把你怎么着啊？她干的事情，一般小姑娘可干不出来。那行，就当让我见识一下啦。去吧。啊，那我去了。赶紧的吧，怂样。安琪。大卫。你去哪儿了？我想死你了，我都找了你好几天了，你家里人都说你好几天没回去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只能在这儿等你。怎么样，没事了吧你？没事啊，见到你我就全好。嗯。哎哎哎，你注意点儿。你看我的手都能抱你了。我真的是特别的想你这几天。人我带来了，在那儿坐着呢，看见没有？没问题。好好演。要是不演真点，他也不信。继续。我想通了，你要是不想结婚呢，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就一直谈恋爱。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谈一谈。你说。你不要老缠着我了，去找一个真正关心你、真正爱你的男生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样做你才能喜欢我？我为了你，我真的我什么都愿意去做。我喜欢的女生性格坚强，唱歌好听，虽然脾气不好，对我非打即骂，行侠仗义如夜叉母虎一般，但是呢，我就是喜欢。原来你有喜欢的人啊？没关系啊。感情这种东西它是很善变的，万一哪天你也喜欢我了呢？再说我唱歌也很好听啊，我跳舞也是专业的。他会跳舞吗？你不信是不是？我现在就踢腿给你看。你看。哎，好了，我知道你很优秀，但是呢，你不管怎么优秀，我都不喜欢你。他不管什么样，我都喜欢他。哪天你能不能带我见见他？我要是见不着他，我就不死心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带你见他。好啊。倩姐，帮个忙，演出戏好吗？啊？哎，帮个忙演出戏。哎，来。哎呀，帮帮我。不是怎么了吗？哎，不是怎么回事吗？谁惹你生气呢？为了要见我大孙子，我好话说尽，我早晨还给他买了一大堆的吃的东西，哎，就是
是不让我接近乔乔。为什么呀？我是奶奶呀，为什么呀？他们，妈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他们现在对我有气，就都撒你身上了。我说了吗？再晚几天，你现在去肯定会跟他们闹矛盾。啊，受委屈了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儿子的错。我也不是说那个，我一点委屈都不能受，但你必须帮我完成一个心愿。什么心愿？见我大孙子，瞧瞧。你今儿不是见着了吗？云儿，我今天这叫见啊！啊，抱都不给我抱，都不能挨近，这叫见啊？我来上海那么多天了，住在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面，像个旅馆一样，我干嘛？我来是干嘛的？妈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帮我办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姑娘，你看是这样，这个要不咱们就算了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。戴维，你怎么喜欢这种类型？什么类型啊？你是认真的吗？特别认真，从未像现在这么认真过。哎，你是真心的爱戴维吗？谁是大卫？David， 我英文名嘛，你不记得了？啊？传奇，先给你介绍。你是谁？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倩姐。知道了，亲爱的。啊。没错，我们的确是真心相爱，情比金坚，在天愿作比翼鸟那种，所以我不能接受你对我的感情。嗯，我明白了。但是我真心受不住祝福你。不好意思、啊，没关系，没有你的祝福，我们一样会过得很幸福，是吧，亲爱的？啊，不错。哎，拿我当挡箭牌是吧？多谢倩姐帮忙了，要不然怎么能解围呢？帮你这么大的忙，有什么好处啊？以身相许吧，一辈子那种。哟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倩倩，我喜欢你。别闹了。做我女朋友。啊？我说的是认真的。没发烧啊？真心的。好。演技果然又精湛，那个梦想一定要保持下去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明天我叫我经纪人给你打电话，一定要接啊！倩倩，我是认真的。闭嘴！再说我给你扔黄木家里喂鱼。哎！完了完了！哎呀，他今天发什么疯啊？哎呦，救命啊！邱医生，非常感谢，乔乔这周恢复得很不错，我们全家都很感恩。孩子的每一个进步和成长，和你们家长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。就是他现在还不肯说话，他什么时候能开口啊？孩子虽然现在在好转，但是什么时候可以说话，这个还不好说。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有的时候太着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啊。邱医生。我问一下啊，您说，要是给这个娃娃换一个环境，就是搬个家，对他会不会有好处啊？新的环境呢，对孩子还是会有很大影响的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就尽可能给他搬到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元素越多越好。那如果搬到他一岁住的房子里，会不会对他更好一些？那肯定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，熟悉的元素越多越好。真的，虽然说在三岁之前我们的记忆非常少，但是身体和潜意识还是会有一定记忆的。记得上次我给乔乔听的音乐，里面有一段火车的声音。那段记忆就不想让他再回忆了。我能理解。邱医生，就像你说的，给他换一个他熟悉的环境，那他能记得起我们这些人吗？他会不会晓得他小的时候是我带领他？
这个不太可能，只能说熟悉的环境会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我们也不妨试一试。没想到你还一直租着那房子。要不是医生今天提起来，我没打算告诉你。我也没想到这房子会对乔乔的康复有帮助，算是歪打正着了吧。但愿有帮助吧。不管什么方法，我们都得试试。你说的没错。妈。妈。你看谁来了？乔乔，这是奶奶。大孙子，乔乔，乔乔，我大孙子，我是奶奶，让奶奶抱抱你好吗？他有点认生。那个，他现在还没适应。他见到陌生人都大喊大叫的，见到你没这样，就证明跟你还挺亲的。哦，真的？别着急。好，跟我很亲是吧？需要一个过程，慢慢来。理想的家乡。